手背就是看稳定性而已。这个球结果打到了在左外野方向，哇，出现安打了。果然是一个变化球，被打到左外野。结果在一局的下半呢，古巴队呢是先取得点，靠的是第四棒的 Mesa。 这个球在球数领先的情况之下，结果被逮中。没错。没有关系啊，这只是一只安打了，所以三垒上的跑者被打回来。Mesa 带有一分的打点。哦，这个外角球。对，一个变速球。所以变化球来讲，打到左外野的方向，几率都很高。